这些宗教团体延伸出去的其他的事业都有不同的特别法去做一个规范。因应宗教的特殊需要，宗教要有一个宗教专法来规范，这个是比较能够保障宗教自由。财务透明才可以得到大家的信任、公信力，这是绝对的。二月二十三礼拜下午六点，村民大会邀请乡下来关心。